嗨，你好，我是 Jenny。今天又是我介绍模型的时间了。你看我眼前的这一个，就是属于我们东方的 superhero 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走的是唯美的路线的。其实这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工作室叫莫娜的。你看这个是它原本来的时候盒子就是这样子一个设计哈。那这个还没有生产、还没有上市之前，它是一个白膜，它白膜就是属于这个样子。你看一下，我给你看这种白膜，其实它蛮轻的，不过它的数量都非常的少，所以它的白膜其实在市场上都已经很贵的那个价格。那这个它的说明书，你看它的组装的说明书，它里面大概有十多个 part。那我们师傅要经过他的想象力呀、啊，你看他就这样子，这个是他的完成品啊、你看他的那个金箍棒的后面那个头的那个龙头的非常漂亮的设计，然后他还有如来佛像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设计，还有他的线条之美啊、那你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下石膏模型的资讯，你可以直接 PM 我们，或者是你到达我们直播处，在下午1点到4点都可以的哦。